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74集的节目。接下来大家做 New Age 所推出的工程合体金刚当中的第一个套装，破坏兵还有采掘兵的一个组合套装。这个包装盒呢非常戳到我的点，初拿到的时候呢觉得说哇怎么这么有感觉，让我有一种非常怀念童年的感觉。它很像我小时候呢在老街或者是在夜市里头看到的那些玩具的包装风格，整个的版面的安排，照片的色调，最重要的是呢它居然是繁体中文。诶，这个看上去就真的非常非常给我很不赖的一个感觉，很亲切的一个 style。 包装盒的话呢，尽管呢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做的像有点像山寨玩具的感觉，但是它的玩具的内容物呢绝对是 MP 级别的。我的话呢已经拿到它很多天了，那为什么会比较慢拿出来分享，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忍不住呢多恶搞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一些小画面。那我们就进入到玩具的本体了啊。那前两天的话呢，我已经在网络上发了一些我把玩这两个家伙的一些小小恶搞的一些照片，他们的可动度的话呢可以说是让我非常的满意。以往我们都说呢小比例的玩具呢就不要要求可动太多，但是 NA 的话呢算是不停的挑战以及突破这个极限，它跟过去官方的这个 Commander Class 的玩具呢是大概是相同的一个高度啊。那两者看上去的话呢都有非常亮的一个荧光绿的感觉。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细节，首先看一下这一款战斗兵，它的一个头雕的话呢是红色的墨镜，上面的话呢这个形状还是做得很还原的，胸口的造型啊还有这个背后啊整个没有任何的背包，这一块的话有个双动关节压上去之后呢整个背都平了啊，非常非常的赞。以两款来说的话呢我是比较喜欢这一款战斗兵的。那它附带的这个像是喇叭还是叫唢呐，这个应该是喇叭，这个是这个86年大电影的时候呢这个 Starscream 天王星它有一个加冕仪式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会场上是有做这么样一个吹这个乐器的一个画面。然后它这个拳头是可以拿下来，那两者的话有一个区别，就是这一款战斗兵的手呢是有一个可动手，它是有一个根部四指的话是有独立关节的。那这两个人的枪的话呢这一把这个枪呢是没有办法扣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啊，他的这个另外一个人的手呢是一个拳头然后里头一个洞的，他的话呢是握不住另外一把枪的，这是比较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啊，怎么在这个地方没有稍微改进一下。他的可动也很好啊，这个地方可以往下面蹲，脚前后左右踢外扩什么，而且他的关节非常紧实啊，给各位这样看啊，这样甩他基本上是不会去散架到的，然后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那可能待会各位看一些就我们节目里头分享了一些节目素材的照片，你大概就能够感觉到它的一个可动到底有多么样的一个惊人了。那另外一款的这个采掘兵的话呢，它的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因为它有一个旋转这个怪手的上半部，所以它这个地方是多了一个可以转动的关节，整个人物看起来的话呢更加的不正经啊。反正我觉得这两个人物玩起来的时候，因为可动度很高啊，然后佩戴了这个唢呐，整个人物的喜感度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脚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个接地的，不过两者的一个接地的一个方法不太一样啊，它是只有脚掌这个地方可以动，但效果的话呢基本上都是有一样的。后面的话呢你透过转动这个，你可以发现它可以做非常三八的动作，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家伙呢这一对活宝呢为什么我就是在电脑桌前啊就是特别特别影响我做一些修图啊或者做其他认真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绝对会耽误你做工作的一对活宝啊。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采掘兵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拳头呢只需要往后面推进去就可以了，稍微简单的搓一下，然后呢把这个两肩的部分呢往两侧给掰下来，掰下来之后的话呢后面这个空间就会腾出来，我们把这个头部旋转180度之后将头给放进去，再来呢旋转手臂往上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啊这个部分是朝外啊，球形关节是朝内，然后呢把这个手的话你看这里是有个凸，就放到这个圈啊这个圈里头去，然后这个地方就会多出一个凸了啊。那相对应边的话呢我们就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把这个转到外侧，拳头手臂的话呢转到内侧来，然后呢这个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合并，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脚的话呢从脚后跟这个地方转出来，然后的话呢我们把它转到内侧人物的内侧，然后往上推上去
啊，这里有一个凸，要跟这个洞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这样一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它这个腿的话呢就会直直的整个打直了啊。这里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从这个地方转进来，旋转这个部件，再来呢把这个凸跟凹从这把它给扣进去，好，就到这吧。然后呢这个部件呢往下推，然后转过来，转过来之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紫色的凸，对，这里有两个洞，就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扣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简单的扣进去啊。然后这个脚的话，不对，这个时候应该称呼它为履带了啊，我们就是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调整，在这两个地方的话呢已经扣紧的情况下呢做一个简单的调整，然后呢这个驾驶座的话呢往上抬，最后呢旋转180度到这里，做一些最后形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一下，让它不要歪歪的就可以了，基本的卡扣呢全部扣到位。这一款采掘兵啊，确实是用来采掘的，这个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我们再来进行这一款破坏兵的一个变形啊，我们先把它的脚给变形完成。好，这个脚的话需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地方呢先往内推进来，后面的话就有一块部件把它推出来，再来的话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把它这个部件呢旋转180度吧，再来的话里头有块部件我们把它往外面斜推出去，这个地方斜推出去，这个地方斜推出去，推出去之后的话呢，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部件稍微旋转一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步骤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填满起来，这个地方你就转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地方转进来，这个地方盖上去，盖上去，让这个形状呢能够完整就行了。这个部件的话把它往上面顶，那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个地方往外推，内部这个部件呢先给抠出来，抠出来之后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旋转到这个角度啊，把这个尖这个部件呢朝着跟它同一个角度，然后呢往外斜推出去，往外斜推，这个角度呢有时候是稍微偏紧一点的，整个推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部件呢给还原推回去，你看把这个形状呢再次把它还原到位啊，跟它原本的脚的形状有点像啊，如果你没有变形的话你直接这样子的话呢也是有可能的啊。再来的话呢把这两侧的部件呢先往外侧都给打开到这里吧，先到这里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胸口给往下面拉下来，拉下来之后呢整个往外面抠出来，抠出来之后呢这里有个面板，这个面板把它往外面抠一点点，我们的头呢才能够顺利的穿越过去，穿过去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手臂要往上面折上来，然后进行一个缩短，或者你先缩短然后呢把它给往上面抬上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两侧呢刚好都有结合卡扣扣进去，再把拳头往内缩进来就可以了，上方的这个是一个屋顶盖啊，把它往后面推过去，它是有一个双动关节啊，到这就行了。然后呢这里一共有1、2、3、4个凸啊，对应里面有4个凹啊，原则上你往上面推啊应该就会刚好都会扣到位了。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地方给做一个分开，这里做一个简单的分开，再来就是怎么样呢，把脚的话呢给推到前面去做一个结合了啊，头的话呢原则上就到这里了啊，这个部件推过来推到前面啊，全部尽可能的往前面挤，往前面挤过来，然后呢一共有6个地方要扣啊，这里1、2两侧两个嘛，还有这里还有第3、第4、第5、第6，一共6个卡扣，我们就挨个的话呢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那如果发现你扣不上的话呢，原则上就是透过脚啊或者是下盘的这些松动关节去做一个调整，基本上呢就可以全部扣到定位了，这里也是一样的啊，把它给扣上，这边也是一样的，稍微挨一下摸索一下压一压就能够完成它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变形了啊。这个地方没有卡扣的话 纯粹是靠关节的紧实度把它给扣在后面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往上把它给推一点点，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推土机，但是在这一次的话呢称呼为破坏兵的家伙，两者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那么相较于人形还有点修长哦，变成载具之后的话呢就变得非常的小，而且很方很正啊。这个推土机的话呢可动的地方呢就是前面的这个耙子了啊，然后一体性是非常好的，把除了上方这个地方没有卡扣之外，但是它的关节呢还蛮紧的，履带的话呢没有另外加其他的点缀，就曲木是一片的紫色，下方的话呢也没有轮子啊，然后可以看到人的头在后面，其实这个人的头的话呢你要稍微转个角度啊把它藏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啦，但是我觉得在底盘没有什么关系啊，
后面给各位看一下，两颗比较大的螺丝钉。但这个呢，这么小的玩具的话呢，真的不会去特别在意这个了。那可能你会 care， 就是说怎么这么绿啊？对，这个在画面里头看起来非常的荧光绿啊。那这个怪手的话呢，在机器人可能没有这一款好玩，但是在载具的时候，我觉得乐趣性就比较高了啊。可以动的怪手，可以动的地方的话呢，几乎都是有的。当然，履带下面也是没有轮子的，它可以前后做一个转动。那上方的话呢，人物的脑袋在这里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人形的一个可动度非常高啊，导致于说呢，它是一个把玩乐趣非常高的玩具。载具的话呢，也算有点意思啊，算是现实生活中呢能够见得到的一个载具啊。整体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高人气的一个合体金刚，可以说是变形金刚里头动画里头第一个出现的合体金刚吧啊。这款玩具的话呢，大家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那我拿到之后呢，确实被它人形的高可动度呢深深的吸引到啊，绝对是会妨碍你日常工作的一对小活宝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